近日，济南多家医院发布通知，根据最新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即日起进入医疗机构应查验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取代了此前需查验48小时核酸证明的要求，就医更便捷。记者查询到，除了济南市、青岛、淄博、德州、菏泽、滨州、聊城等多市多家医院已调整就诊要求。